今天清迈下一天的雨，不能出去，所以呢，小 F 在家就是剪视频、吃榴莲。现在手机架着的背后就是一个榴莲支撑着，然后刚刚小 F 吃了一半，记得榴莲一定要放冰箱里面冰个两三天。等它变得软软糯糯的时候，就是超级 creamy， 超级糯甜。在泰国，这个 DQ 呀特别便宜，我刚刚点了一个抹茶的，这个只要49泰铢，差不多10块钱一杯。然后它这边还有 sandwich。这个是三明治类型的，也叫30泰铢，6块钱。然后这个 bar 也就是6块钱，这个到晚上全部都会卖完。我的抹茶红豆 BQ 来喽！然后看一下这边排队的泰国人有多少。好多人等着用这家 Big C 的，特别人特别多，我就找个地方吃我的 DQ 了。我最喜欢的泡泡泡芙来喽，来清迈了哟！看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比国内便宜？然后这边是330泰铢6个，240泰铢4个，我再来人民币10块钱一个哟。终于来清迈了，哎呀，小 F 现在解馋就是靠这个泡芙抹茶，好好吃的样子哟，好好吃，哎，掉在我脚上了。人间美味，这个泡芙的这个 cream 可以做的这么好吃，我还买了个 vanilla 的，是这个的，这个是普通泡芙加抹茶口味，然后这个是香草口味，但是外皮是那种脆脆酥酥的。好满足。哎呀呀呀呀。
点了一块蛋糕，然后他配了一些水果，然后要了一瓶泰国的苏打水，行哈。这是我的下午茶。小 F 的上海菜饭做好，然后现在呢要撒一点麻油，这样子呢菜饭就会香很多。刚刚前面做饭的时候已经放了一点椰子油在这个菜饭里边，然后番茄呢我就生着吃了，不破坏它的维生素。在泰国呀，这个豆芽都是生着吃的，脆脆的。吃一口哟，因为今天这个菜饭里面我加了点紫米，所以饭看上去不是很白，但是是小 F 来大姨妈，我觉得懒得做饭人的一餐哟，简单。大姨妈期间累得很，不想做任何事情。泰国的香米做菜饭我觉得特别棒，为什么？因为它的米呀不是那种软软的，是那种硬硬的香米，所以呢它这个硬度裹上这个油呀，再加上我煎的培根，这个菜饭好吃。感觉很有饱腹欲啊。测试并没有禁止真跟我们去吃维他命，有人说还鼓励他们应该吃什么样的维他命，只是吃维他命时间不能太长，必须要用脉冲法 imports 吃一个礼拜停一个礼拜，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去 pick up， 能够自己去产生那些化学物质，而我们产生化学物质，我们的身体状况就会跟随着我们内在的规划来形成内在所需要的身体状况。
点的拿铁哟，漂亮的拿铁。